看看穿搭，今天就是很普通的穿搭。给你们看一下，今天有点累，走了好多路，我怎么感觉镜头有点虚啊。穿这么多防谁呢？五分主播理解一下，清楚是吗？时间都是五分，就很烦。算一下吧，有啥能扣分的？都是莫名其妙被扣分的。我也不知道我有啥扣分的点。亲爱的你呀，亲爱的。
欢迎一扎克。我开播了，为什么觉得我今天眼睛凹进去了？知道我今天可能早一点吧，累死了。你等我干什么？犯病了。你把那个洗澡热水的那个地方，你把温度调高一点。你调到70度，因为它水温它没有那个上面显示那么高，不然它一会儿就冷我走了一天的路，这是累到了。姐，说啥呢？我今天拍的照，你们瞅一下。最近没看见喵喵，喵喵最近不是在吗？未亡人系列，对，我没换衣服。
是我今天出门穿的衣服。就拍了几十张照片，只有一张照片能看的，塑料姐妹花，真的就一张能看的，要么脸雀黑，要么看不见脸。这是最好看的一张了，别拿出来了，很难看是吧？但是对比下来，这是最好看的一张。其实有个视频，可以看一下。手机传一下，内蒙古吗？不是啊，我今天去西湖了。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说要拍好多好看的照片，还要拍好多好看的视频，然后出门到西湖了。哎，这里不好看，那里不好看，十二点玩不完，我十二点不来了。你怎么刚开？我今天出去玩了。下水了没？划了那个船儿，偷懒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劳逸结合嘛，怎么能说偷懒呢？我很少出门的，难得出个门。从来没运功过，好吧，好吧，你们说的都对。还劳逸结合，没有，我朋友最近来了，就一起散散心嘛，正好养养分。你给哥哥们玩一届的听明白，良心主播是这样子的。这叫舍己为人，值得表扬。下没去，怎么下水啊？就是划了那个船，就是那个船儿，就坐了那个船儿。估计没起不来。那个照片就是在床上拍的呀，再给你们看几个。然后今天又是阴天，光线又不好。真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贝贝给我拍的照片是真惨不忍睹。雾天去，就是对，反正阴天去就没啥的，也得是黄昏，对。脚都走废了。这张还行。都是原相机拍的，可能有点丑，但是没有关系。
咱可以 P， 真的。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合照。你看就怎么没修脸，压根就没修，角度都没找。我说你要拍到后面的景，好看一下哦。啊，都是拍的后面全是人，不过我给他拍的也不好看。还有这一张，他就不给你们看，这张也没修。这是在少妇了，没有，我出门随便穿的，这是我就是出门比较随意轻松一点吧，拍出了1.5米的效果，是吧？真的拍照这个东西真的很难。还有这个，反正他也本来风就挺大的，然后我的头发全吹脸上了，那就咳咳咳咳咳咳。哎，不过我给他拍的更丑。这个视频不好看，这个视频可以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整体穿搭吧。还行，也没有很少妇吧，就比较懒散。转一下。转一下，还行吧。这张也还行，就是风太大了，没有头发把脸呢。然后我觉得有一张挺好看的，但是那一张乌漆麻黑的，第一眼很那张很拉垮，但是还行。算了，太黑了，这张照片是这样子的，乌漆麻黑的，不给你们看了，有点影响观看。好包，
宝宝，我那包可便宜了。真的，其实有时候偶尔出去散散步，就人挺轻松的，就挺累的。是吧？没洗汗。不是香奈儿，不是香奈儿。累了就跳舞。你想看吗？你确定我今天这样子你也想看吗？今天十二点多就起来了。昨天睡得好晚。以前不太一样，因为今天妆有点脱了，今天化这个妆出门的，这里比较淡一点。然后十来个小时了，有点脱了。
就吸收玩的。还有点大小眼，才这么点热度，因为公益了几天没有直播就热度掉了。我明天问一下玉衣。好憔悴啊，我靠，这大小眼也忒明显了吧。
看街上，我选择潇洒走掉，把家重新打扫，用香水味改掉，但寂寞像是一场海啸，心头被吞噬掉，也被心跳呢你那还好吧？嗯，还行。我给你发个朋友圈 ，OK？ 发我。你说的是不是我跟我说的那个？你说的是不是口罩啊？我最近，其实现在真的不怎么严了。前几天就是。突然觉得哎呦好不聊反而默契了，好险，我刚看了一下真的好险，就差没那么一丢丢，前两天差一点去了，前两天逛街差点逛到那里去了。北京最近咋样啊？嗯，还是绿的。啊，你这是在夹缝中生存呀。
半年不来怎么这么点了？因为拉逼拉垮啦。拉逼拉垮的就是说你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哦，我感觉你那儿还是挺那啥的。我有点扛不住了，我有点想下播了，好累呀、啊！我感觉这样快沦陷了。其实现在这个我感觉也没那么恐怖了，就是已经麻了。
哎，我们有没有打打卡的12点了？好受不了了，我要下播了。亲爱的你呀，等跳个舞吧。眼睛瞧，看，我回，嗨嗨，拜拜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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